华主持的网络节目 WOKDO 则是邀来成员 MINI 一起担任跆拳道助教。首先舒华和 MINI 负责拿把，没想到 MINI 没拿稳，学生直接一脚飞踢出去，惹爆笑。我处理电话耶。而轮到舒华尝试踢脚时，却直接踢中助教的手，让他超惊慌。而舒华和 MINI 上演跆拳道对决，根本是小学生打架现场。擦，누가너희들擦了。舒华还一度想逃跑，成为搞笑担当。아니태권도수업을하는게아니라개그를하러온것같아아그냥이러세요